是南港区连城里里长候选人一号李品君。那我毕业于国立台北商业大学企业管理系，今年23岁。会想来参政、投入参政，是因为我曾经担任过议员的助理，那累积了很多的经验，也获得成就感，因此我就产生热忱，决定来为我从小成长到大的社区付出改变、翻转，带入新的活力与朝气。那我在拜票过程中也常常会受到里民可能会对我有质疑，说哦，你那么年轻有可以做得了事吗？那我曾经有遇过里民直接就问我说，哎，你都还没有结婚呢，你那么年轻。我那时候就回答他说，就是因为我还没有结婚，所以才能认真专心的来为我们的社区打拼。对，里民听了就会觉得好像有道理，然后会愿意多信任我一点。那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的政见跟未来对社区所有的想法。那里民听了就是会觉得我是可以信任的，对，会愿意支持我，给年轻人一个机会这样。那我择偶的条件呢，就是因为我本身眼睛没有很双眼皮，所以我喜欢是有双眼皮，然后外向活泼，体贴有爱心的男生。